在打疫苗在抽奖嘞。哪里？就好像就科创园吧，就我们这旁边。你打完没？我还有一针没打。我也还有一针没打，要不然我们去试一下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抽奖是不是真的。有什么奖品？这个有什么奖品？啊，有手机，有空调。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好，哎，前面都快到了啊。对，从下一个路口右转进去就到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孵化园。对，现在我们这里叫创新中心啊。今天人应该不会太多吧？我看到的就是社区发的通知是讲的不需要排队，直接可以打。那我们先去停车，然后再去打疫苗。哎，今天的人确实不是很多啊。对啊，你看整个这边都没有人排队。前几天我从这边路过的时候，这里排了有两三条很长的长龙。哎，这里还要测体温。对。体温在啥？啊，这里面好凉快哦。哇，好凉快。右边，右边。哎，我们是还要填资料啊？对，登记你的身份信息。看你有没有高血压。我没有。三叔到这边来填资料，这个我们可以填。资料过后，我们就要去前面排队。这是还需要把我们的信息登到电脑里面去吗？对，他去做一个信息认证。这里就是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排队了。这里我们先把我们的信息登记进去，到队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去排队。人还是很多。对。很久，这个四号通我们就去排队了。对，就在这里。Later。马上给我们抽奖了。二等奖是手机，一等奖是空调，二等奖是电饭煲，三等奖是牛奶，参与奖是手机纸。我要求不高，我有个华为手机就行。我要空调。然后我们两个抽完了，结果一人一提纸，搞了个参与奖。可不可以去换一下？我们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人抽到二等。刚才我听他们说有人抽到三等奖。三号我们到后面去做吧，还要留观，现在是要留观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走。对，你看我们这里的接种环境也是非常的好，确实是有空调，在室内比前几天好，在外面排的最好。对，比我们打第一针的时候好太多了。还有奖呢。